奇怪，吴子健干嘛不接我电话啊？嗯？谁放花在这里啊？哇！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，曾照耀我黑暗的时刻。你是我最珍贵的宝藏，和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。没想到吴子健还有这招。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准备要坦白告诉你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我准备好了。这个秘密就是林雨柔，我爱你。难怪吴子健都不接电话，而且红红跟 Wednesday 还一直赶我走，原来就是要给我这个惊喜啊。那这些玫瑰要藏起来，还是放在玻璃瓶好？可是吴子健为什么要给我惊喜啊？你别笑了，你也一笑。雨柔，为了和你重逢，我盛装打扮，就是希望可以再次走入你的心。所以，花，还有卡片，都是你的。Scusa， 这世界除了我之外，有谁会知道你曾经迷恋过玫瑰花的芬芳呢？也对，除了你，没有人比你更浮夸了。这些都不重要，我只想对你说，雨柔，te amo。雨柔，你愿意再次接受我吗？我愿意。我就知道。手劲怎么那么强？雨柔，我知道我真的很过分，我也没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但你把我甩了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办法跟人家谈恋爱了。因为不管我做什么，我脑海里全都是你的影子。Leo，
雨柔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想一下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只有你和我那种单纯快乐的日子了。雨柔，放手！渣男欠踢啊！我告诉你哦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，你不要再骚扰我。这一脚啊！我踢其他女生踢的，谁叫你也伤害他们？雨柔，你的命，玫瑰花，这样吗？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3季，守住爱情。